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子燕，欢迎收看《客家盛宴》。来，上摆俺就讲到你名字，你名字，还记得啊？嗯，你对你名字现场，你看过哪个方面？我会看到有很多人会用扁担，然后会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可是看起来又有 很多重量的一个东西。来，告诉大家，你要子燕做，你要同这个动作。哎呦，开是动冲的东西，比方说剑挑答案就开，你要叫动冲的，你要叫东西叫做担，所以开担。所以扁担放在肩膀上，这个挑的动作叫做开，然后有东西了叫做担，所以这加起来的话就叫做。太胆，太胆，对不对？你有想过吗？看那个东西安重，就是要把家里好吃的都要奉献给义民爷啊。所以太胆地图会用奉献不生命式的东西，知道吗？是奉盘，盘是什么？你要不要猜一下？盘应该是那个油炸类的东西，比较不会坏吧？奉，你看，奉是应该它就是一贡献的意思嘛？那盆应该就是用油炸的东西。其实盆就是我们吃的饭。哪里？奉盆，奉饭。所以呢，各位朋友们，你要知道哦，客家话里面呢，奉饭这个饭就是我们每天吃的那个饭饭，有没有？小朋友吃饭饭喽，这个饭叫做盆。海六号是奉盆，奉盆，奉盆，开到内。奉盘呢？不马上。神明呐，神明呐。当初啊，你名字开当奉盘，回到诶，敬神明。敬神明。神明地嘛。神明。苗都诶，神明。哦。神明。神明，神明叫做神明。咩神？海流花记得要读出来。神明。神明。神。神。神明。神明。所以。三家吃人熊啊，来通知白，开胆奉盘敬神明，下家新年，我继续这个神明拜拜。三拜，开胆奉盘敬神明，奉盘哦，开胆奉盘敬神明，开胆奉盘敬神明，耶、yeah, ！下次再见。拜拜